我们从晚上6点开始开工的，现在是早上6点了，7点了，13个小时，就感觉现在飘飘的。没有，我现在打算去吃豆腐脑加油条，豆腐脑油条，对，小笼包，鸡蛋灌饼。本节目由嘉士利果乐果香果酱味夹心饼干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大众进口汽车甲壳虫特约播出。本节目由联想小星云笔记本 Air 13新势力鹿头角特约播出。